说大盘鸡，大家都会第一反应就是，哎，可柔软那家新疆大盘鸡，他们家的大盘鸡特别好吃，特别香。还有顾客说，我们开了4个小时从纽约过来拿你吃你们的胡辣羊蹄和大盘鸡。我们小时候吧，就是谁乖或者谁漂亮啊，在小啊这样子，我爷爷就每次就叫啊 ，Kiroran Guzli，OK， 就是意思是楼兰美女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然后我就特开心这样。其实这个 Kiroran 的寓意就是对我小时候太深刻了吧，可能是，所以我起的名字就叫 Kiroran。大家来店里面可能会问我 Uyghur 是什么意思， Uyghur 是什么民族，然后是你们是从哪儿来的。很多人他们都不知道维吾尔族，然后就是饭，我们维吾尔族的饭是有什么味道，然后怎么做的，都是 Asian style 还是什么 style， 他都会问。然后我也会解释跟他们说，我说我们维吾尔族是这样的。维吾尔族美食的味道其实就是你还没有看到饭上桌，你可能会闻到那个香味儿。对，你在你吃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那个浓厚的那种羊肉味儿啊，或者是美食的那种辣呀，就是简单的就是香浓辣吧。是是。他们每次吃完都会说 This is our first time, but the food is really amazing.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，我在美国开了维吾尔族餐厅，然后去宣扬我们维吾尔族文化，我也觉得我是非常骄傲的。是的。